到合肥了，合肥挺亮堂啊。没等进去，我都感觉那楼太多了。嗯。这个高速从湛江上的是吧？我看多少钱？750，749块多，750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平大胖，到合肥了。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呢，是肥东县建材城，老大了，大建材城。我准备在这块吃点得了，在这儿住了，住的地方呢，79块钱一宿，就是对付一宿。明天呢就走，明天上青岛。为啥住这儿呢？这块下高速就到这儿了，然后明天走它也方便。然后看看臭鳜鱼上谁家吃去。这块还挺繁华啊，挺繁华。这家行不行？这家店太大了，不知道什么价格，可以去尝试一下子。走吧，就上他家吃去。嗯。还挺大呀。大哥，饭店不对外。我的意思就是说。敢开门吗？我的意思就是说。咋没人呢？这不都哇，这不各种菜吗？还能吃饭吗？可以吃饭。你看，两位，好的。嗯，哎，臭鳜鱼。这儿呢。哪儿呢？黄山臭鳜鱼。啊。120吧，一份儿是多少？是一条啊。是一条吗？一条。啊，一条。大概是多大呀？嗯，咱们这还有什么特色呀？像我们家，像那个麻鸭烧肚条、红烧芦花鸡。骨肉、瘦排骨、辣味扇节都是我们家主吃手。这个菜叫什么名？辣味菜台。啊，辣味菜台，他们这叫菜台。菜台他们说叫白菜，其实是不是就是油菜呀？不是。不是吗？这不是油菜。我今儿菜太硬了。安徽合肥臭鳜鱼，铁板肉末。臭干子，腊肉炒菜苔，糯米丸子，这是桌桌赠送小果盘。今天喝点啤加白，还造128一条臭鳜鱼，嘎嘎一嘎子瞅着。你不就愿意吃什么臭鳜鱼、臭豆腐吗？就给你吃吧。感受一下正宗的什么味儿？我就想吃它。哇，属实不一样，闻着臭，吃着一点都不臭，这就是区别。赶我自己做的，闻着臭，吃着也臭。吃它呀。嗯，这就说明问题，闻着臭，吃着臭的不正宗。你这是啥呀？吃它哪有出吃它好啊？自个儿得意，他能成可你得意就来，不让给我，我不吃。就是一点臭味没有。嗯。好吃。一点臭味没有，跟平时咱们买那个不一样。你尝尝吧，我要糊弄你，吐我嘴里。一点臭味没有。你尝尝看啊。你先尝尝肉末。真的一点臭味没有，这玩意儿不一样，你就夹吧，你就太多了，我就想吃一口。你咬一口去，要不好吃给我。一点臭味没有。我往嘴里一放，多嫩呐！你吃吧，你吃吧，味儿挺特殊，说不好。没有臭味儿，就豆腐干味儿。啊挺满意呗，你尝。对得起这一趟旅程，真是特色呀。馆长到这儿了，吃过臭鳜鱼了哈。嗯，这串好吃。我跟你说，媳妇吃饭还得上大饭店，真不一样。包席大酒楼，嗯，味儿正啊，
多大呀？包房我看得有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三楼了。反正这层楼，包房得有十来个。哎呀，这菜挺下酒啊，该说不说的。吃了啥？妥了。挺好吃的。嗯。那你不应得呀。嗯。我直接失手了，那有没有牙签儿？没有啊。没有。失手。就是糯米吗？嗯。没有其他的吧？这边给调料了。嗯。你别光吃那个，你吃点这个，多香啊！价格挺合理啊，128。这么大一条鱼，新鲜无比。平时咱自己买一条鳜鱼，我记得有一年过年，今年过年花多少钱？180。嗯，前年正月十五，110，啊，能100多，人家给你做熟了，128，那啥扣不扣？我敢这么说，他家过年排不上号，一点臭味没有，闻着臭，吃着一点也不臭，是不是？行。行，你吃吧，这回。你这开天车了，你告诉我。这鱼真不错呀、啊，这鱼、啊，名不虚传呐、啊。没白跑这一天呢。没白跑。想到这儿，想到那儿的。喝点，喝点。哎呀，明天又不着急走了，明天急眼在这吃一天。你可拉倒吧，你别急眼了。我看看有啥菜。它有一个猪蹄子，明天我再领你在这吃一下。嗯，那猪蹄子指定不错。我发现你搁哪就认准这猪蹄子呢？明天还上他家吃呢，再睡一天。你说你问问那个酒店经理，今儿你搁这住一宿行不行？剪辑视频。住一宿啥呀？我那79块钱一宿，我都钱都交了。朋友们，我在这住一宿79块钱。对面是一个什么建材城，好像在这块做买卖的不住这儿。对面还有个大酒店，一般在这块拉货的，就住我住那地方，79块钱，一个。标间儿，哎，这里配料，香菇丁。你给我尝尝这个，你这辣椒，尝尝这个，挺鲜的。大蒜，这不给你点的吗？细细品尝。这啥呀？这是主食啊。它也不是菜啊。你管这菜是主食，好吃就行呗。嗯，反正对，也得吃点主食。油炸糯米团子，嗯。但是不油腻。不油腻，里头软糯，外皮酥脆，带硬壳的。炸的吗？今天这几个菜太硬了。这个绝对不是菠菜，我告诉你。啥呀？韭菠菜呀。油就说不像，油菜花还在上边呢，你咋这么能犟？咱家的油菜不是一回事呗，就咱家那小油菜。嗯。嗯。那咱家小油菜根儿一般都扁的呀，不这样吗？穿挺了了吗？长油菜花了吗？意思它给咱炒着是挺啊。嗯。咱们吃韭菜台子，人家吃油菜台子。不就这么个事儿吗？来喝一口吧。嗯。哎呀，
大麦茶也不错啊。米的味儿。大麦香味儿吗？嗯。蘸汤吃啊。你吃啊。你就吃你的呗。你这可倒好，自己点一个。因为我这个本来就给我自己点的，我没让你吃。然后老板还赠一个。嗯。你这行啊。嗯。然后我自己点这仨。我太奢侈了，朋友们，我昨天中午12点从湛江出来，直接干到韶关，在服务区吃，我俩一人吃了一桶泡面，一根香肠。一个鸡蛋，然后在车里睡了一宿，其实睡得挺舒坦，就是后半夜虚温有点冷，也不闷挺，睡得挺好。我洗没有蚊子，没有蚊子，嗯，车里有一只蚊子，让我给抓住了。我媳妇睡副驾驶。把后排给我收拾出来了，我睡后排。那是因为你腿短。大伙儿也知道，原先我老丈人家装修前，我就在车里睡后排来着。这个季节，这块还真挺好，26-27度。正常的在东北26-27度，你睡车里能给你闷懵了。您这块没有，这不知道咋回事。室外的体感温度26-27度啊，一进屋这啤酒它不是冰的，竟然88凉。你摸摸这瓶子，行吗？它这块是不是挺有特点？所以说呢，今天必须得整点好的。到了安徽了。我感觉你哪天吃的也不是。来了合肥了。嗯。但是来合肥吧，朋友们，我给自己选的这地方选的挺明白。我没选择住那个市里，因为明天准备上青岛原计划。但这顿饭吃好了，有可能明天不走，看情况。住市里的话吧，然后我再出去，费时间。这块离青岛吧，8个小时，不算太远了就。来，干杯！哎，这个菜你得问没点猪蹄子这个。嗯，我其实就想把这个菜替换成猪蹄子。我知道，我看出你的意思了。那猪蹄子多过瘾呢，你就啃去呗。那我就能吃2块猪蹄子，太腻了。你就有鱼了，有那个肉了，还不够，还猪蹄子呢。哪有肉啊？没点肉啊。肉末不是肉啊！哎呀，你一说想起来，这是肉末。你是不是应该把那臭豆腐夹开呀，然后搁这肉末吃？这里搁香油了。它这肉末是肥，三肥其瘦。该说不说的。真没想到这会儿吃菜挺讲究，盘子上都是徽派建筑，知道吧？嗯，挺漂亮，挺精致。这能端起来吗？底下加热，加热呢。这边底下也加热呢，小蜡烛。哎呀，真挺好，嘎嘎一嘎子。我看了到哪块儿？只要这地方吃的好。嗯，吃的对口了就不愿意走了。不愿意走，真不愿意走，真好吃啊，真香啊，什么都没剩。